为什么两个相爱的人在受苦的时候想要接近会那么疼。两个月前，当林志玲录制某节目时，听到主持人念到昔日绯闻男友言承旭在书中写的真情告白时，激动落泪，甚至躲到主持人身后用纸巾拭泪。你会觉得好遗憾吗？因为缺失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一块，就是勇敢的爱。会。会。对。那是值得的吗？这样的牺牲。我觉得，对，会是个遗憾，也是个缺憾。时隔两个月，言承旭也做客同一档节目。当导演组在大屏幕上回放林志玲昔日落泪的画面时，言承旭突然双眼泛红，哽咽落泪，隔空陪哭。自2002年与言承旭浴袍照曝光后，林志玲始终未承认恋情，直到言承旭在书中写到此生最爱时，这段昔日恋情才被证实。